同声同戏观影共融计划，是由渔艺院线有限公司和三个不同服务对象的社福机构合办。计划希望不同社群，包括视障、听障人士，能够跨越障碍，和家人朋友同步享受观影乐趣。2018年5月 UA 院线分别在 UA 青衣城和 UA Cine Times 的影院设置视障、听障观影辅助设施，成为本港首间落实观影共融的戏院院商。计划充分发挥合作精神，透过同三个社福机构的不同协作，包括同香港盲人辅导会、香港聋人福利促进会共同合作，以用家角度了解视障、听障人士需要，并揀出合适的观影辅助仪器，又同香港导盲犬协会合作，策划 P 牌受训中导盲犬体验训练，等导盲犬适应影院的环境，为视障人士引路。而口述影像电影制作亦越来越受本地电影业界重视。自计划推出以来，已经有超过2300位视障听障观众使用过观影辅助设施。整个计划致力推动关爱文化，获得社会肯定和支持。